好，在这一边呢，它有 integrate 1到 h 2 h 2x 减 6dx 会是等于减 4， 它叫你找 h 的 value， 所以我们这一边我就直接 2x² 2减 6x， 然后括弧起来，然后1到 h 等于减 4， 然后它会变成在这一边呢，我的这一个2跟2可以越减，所以它现在剩下 x², 所以我放下去就是 h 2减 6h。然后再减掉1² 减6乘 1，OK，会是等于减 4，所以我有 h² 减 6h 减这个 e 减 6， e 减6的话呢，它会变成减 5，OK，然后加4等于0，我把这个减4搬过来变成加4啊，OK，好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会变成 h² 减 6h。然后减减加，然后它会变成加9等于0，然后我的 h 减3的 square 等于0，所以我的 h 减3等于0，所以我的 h 等于3，所以它答案是 h 等于3。